绝世精钻好米，百变料理超可口，饭菜香引来饕客抢食，爱不释手。然后这个有机米啊，吃起来一个淡淡的芋头香气，而且粒粒饱满。很多好米怎么都有芋头香气，好妙哦！你们都穿芋头色，这是一个巧合吗？你不觉得我们看起来都蛮有机的吗？是。杨生堂每次做的效果很适合冷处理，很适合。哦，这个厉害了，这汤。来，我们蟹肉跟澎湖的海菜，好香，很棒。所以大好已经够脆的这个紫菜酥，对不对？哦，漂亮。最后再装饰。看这个感觉好吃哦。你要闻一下。漂亮。哇。漂亮。明太子松板酥，茄子炖饭。随堂烤蹄又毒又臭，简直乱瞎猜。想吃好料，还得天时地利运起来。怕你们最后猜拳出来。我们怎么不看先看题目？对，好，算你们好运。A， 把有毒的蘑菇塞进肛门里。B， 用舌头舔有毒的蟾蜍。蟾蜍比较属于中式一点的。蟾蜍算中式料理，不要叫中式，人家你会招财招财。A 吗？好，不要恨我们哦。好，虽然讲不出个什么所以然，那我们说 A。聪明才有饭吃，五星米食大赏。特来宾就是我们的金童玉女杨盛达魏轩，大家好，晚上好。好了，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玩法，新的形态，是。到时候我们点兵点将分成两队之后呢，就来看吃好料的是谁。哦，最后输的人有终成法，就这样，是，好不好？赢的人呢，年菜礼盒，加油，我们要选队友了，是，好不好？啊，我跟轩轩来选吗？林冷，哎，对，林冷，林冷，轩轩来先进啦，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来，我准备要弄你了哦。快点！剪刀石头布。哎呦，不会变呐、啊。剪刀石头布。哎呦哎呦，两个字都不要变呐、啊。剪刀石头布。我是你的 partner 耶。要打起来飘飘响，一定是打赢。打起来飘飘响啊，一定是打赢。来，傅宇轩，去哪一队？很聪明，来啊，不会让你的。嗯，来，剪刀石头布，他不会变的，他没有变。哎呦，担心也不好剪，都很棒啊，这个。我选你。哦，你来。我都是别人选错的呢。你在那边。大乔，他可能比较想要打我。哇，耶，哦，很好。我想要打他，不想得罪他。打他可以。超级的五星级米食大赏，耶！我们以农立国啊，米在我们台湾可以说非常重要。我觉得我只能说日本种的不错，其他的国家我都觉得还好，对吧？但我们台湾的米更精彩了。现在有这种金钻米啊，不得了！它是经过了整个评选之后，选出了两款最好的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做给大家吃，很棒！口水实验课赛，来欢迎陈佑生师傅。哇，那两款米你看到没有？都是两款金质奖的米哦。是。那金质奖分成的是有机好米跟一般米。对。它就不是完全有机的环境。是。但种出来米还是好吃啊。嗯。所以它这次有分哦。是。那都是金质奖。OK。好，我们就用这两款米做饭给大家吃。好。来，我们现在马上带来的这个菜名第一道叫什么？金钻双味饭团赏，今天是选用农粮署的金钻米奖的金质奖的米来做两款不同的风味饭团。那这个奖的比赛其实很重要，它是年度的奥斯卡奖，在米界，而且是奥斯卡，对，它会由这个农粮署派出秘密特派员去试买米，秘密客，秘密客，秘密客，没错，像米其林的概念，然后去买那个米之后拆袋包装，再重新编号。去评比，给专家评比之后选出年度的金质奖，所以大家都会争相去争取这个最高荣耀。是，好了，现在我们做成两种双味饭团，听说时间有限哦，五分钟，你要做两个饭团，对，加油，加油，计时开始。好，一开始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鸡蛋打开，金钻双味，因为我会用这个墨西哥饼皮啊来做一个这个像蛋饼皮的概念，所以我先煎蛋，对，那这个是澄清奶油。奶油，然后两颗蛋子进去之后呢，其实什么叫做澄清奶油？澄清奶油就是我们奶油融化之后，下面会有这个奶水。因为你的奶油在加工的时候，它还是含有水分。对，它水分跟油脂只要融化之后就分开来。对，所以只拿上面的油，对，下面的水不要。
哦，酷哦！啤酒面糊，一般的啤酒或黑啤酒都可以，还有低筋面粉跟我们的酵母，这样子拌匀了之后，酵母这么快就起作用？不要等，要等，所以等一下会有这个泡泡比较绵密的泡泡，是透过酵母的来。这面糊拌好了之后，把它封保鲜膜，把它静置一下。那在家里的话，其实很简单，就取一个巧，把它切成这样子，然后这个什么有机米啊，我们就把它拿起来，哇，叠成一个正方形。那它的特色呢，是因为它的这个产地是日照充裕的东部地区，所以土壤是富含非常多的有机物质，所以它吃起来有一个淡淡的芋头香气，而且粒粒饱满。很多好米怎么都有芋头香气，好妙哦！我们芋香米有没有？有时候是产地地质的关系，跟天气气候土壤嘛，对土壤关系，所以它要用有机栽种，就是友善环境的一个栽种，所以本身栽种植出来的这些的米类什么，它香气或营养成分特别高。哦。还是跟土壤有关嘛？对，而且师傅跟陈哥有才啊！你们都穿芋头色，这是一个巧合吗？你们该不会也知道这芋头香气的名字？哎，你不觉得我们看起来都蛮有机的吗？是，真的。切成一个三明治嘛，所以需要这个保鲜膜来辅助。你刚才的那个要切成那四格，然后只要四格放不一样的东西。没有切，它是中间切一刀，然后折在折过来折过来这样。对啊，然后有四格放不一样的嘛。是的。面糊它炸起来啊，它的做起来就会发现很绵密的泡泡。然后我要来炸这个凤梨，凤梨炸凤梨，炸凤梨，凤梨其实加热之后非常的好吃。只因为你叫金钻双味，所以叫金钻凤梨这样子。哎，不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接下来我用第二款米是这个好米组的金质奖，叫富米，它富米的香气有这个，印度香米。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凤梨，它其实就像天妇罗，炸完之后它就蓬起来。是，对，那面糊的话。一定要是冰的，冰的下去热油锅，它会膨胀。这样，切我们的这个脆脆的，有没有？有有，好像有煎饺哦。哇，像那个香蕉煎饼哦，有哈。对对，香蕉煎饼。这个富米，我们把搬进来之后呢，我们会需要这个香收。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富米它的整个的口感跟香气，其实它就是有印度香米的这个香气。印度香米，对对。然后它的口感上，其实现在最好吃的就是像那个日本的月光米，月光米很有名哦，软 Q Q 弹的性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它做饭团啊，或者做米饭，其实都很棒。我兼具这两种米的特质啊，对，印度香米跟日本的月光米，月光米粘性非常的好。哦，塑形很好，塑形。在家里其实就只要用个塑胶袋，但我今天是比较方便戴手套，然后把它放上来。然后我想搭配的是这个帕玛火腿，对，做一个比较高级版的台式版，比较少见。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凤梨？对，把它摆进来。哦，还有这个咸甜，有对咸甜有这个墨西哥风味的蛋，因为如果只煎这个蛋皮丝的话，我觉得太无聊，一定要有点还会有油条风味进来，这样。不要，这就代替油条的位置，脆脆的。对，菜脯菜脯，也是创意饭团。菜脯，对对，找菜脯。倒数最后一分钟。这个饭团太精彩了。等一下啊，这个尺寸，这个时候其实就把它，你看这个米的弹性，它其实粘性很高。我开始塑形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跑成我要的样子。很容易耶，对，形状很漂亮。是。那这时候我们来直接切这个我们的。三明治饭团，哎呦，漂亮哦！没有，就是会一个这样子哦。等一下，这好方便哦，这样剥就可以了。对，这样剥就可以。然后，底下其实也是特别选这个原味的米香来去做这个搭配。然后接着我要切我们的这台式饭团，漂亮，因为它粘性很好。哇，真的，像大颗的鸡蛋，抓得牢牢的，好厉害哟！怎么漂亮哎？你那个盘子上面放的蜜汤都是能吃的吗？能吃的原味蜜汤，完成，完成，漂亮。我们就看谁吃得到 ，OK？ 好，皮绷紧一点，来，就位，来，诸位官，请出题。现代人生活压力较大，总是过着快步伐的生活，许多人都会选择周末看个电影，放轻松，喘口气。近日，国外有学者发现，电影院的座椅几乎都是红色的。原因竟然是 ：A. 在黑暗中不容易让人分心 ；B. 让观众一进戏院就情绪沸腾。刚刚我全猜的不好，都可以。来，全有猜的不好这种事，我刚猜的不好，让我来帮你扳回一城。吴宇轩，吴宇轩，压下他，来哦，来哦，我要出剪刀，你要出剪刀，好的，剪刀石头布。就是年轻人，很可爱，很可爱，该死我，真该死。三来讲，跟婚姻看 AIB 啊，
这样子啊？对，我们自己也这样。A 还是 B 的？我们先选。好，一二三 ，B。哦，你们俩都 A 啊？没有没有，好厉害。你们好，好听你们的。哇，我有点想找到 A。好，请给答案。那我们俩，那你们俩猜拳。A 了 ，A。好 ，A。A 吗？好，不要恨我们哦。对，好。虽然讲不出个什么所以然，那我们选 A。完全没有相关，你知道吗？因为不认为是 B， 所以选择了不确定的 A。应该这么说。是。好，我们选 A。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果然解释出来，就是对的。漂亮漂亮。解释一下啊，研究指出，在黑暗中，人类眼睛对于红色最容易丧失变色能力，因此在黑暗中，我们更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荧幕上，红色座椅也自然被隐形。波长650nm 左右的红色将是第一个消失的颜色，因此红色运用在电影院的设计时，灯光熄灭后，空间会显得更暗。放映影片在同等设备情况下会更清晰，影像品质会更好。我们出了一个类似的题目，为什么在火，为什么在所有的建筑物里面的紧急出口都是绿色的？嗯，因为它只有在那时的情况下，你才能辨识得到，但红色是看不到，红色最容易被屏蔽掉，所以绿色容易凸显，所以就你们喝。耶！我很抱歉，退权不能找明星的，误事，对不起，都是我爸爸的，终究在你们手上，对，真的真的很重要，对不对？太容易遇到坏人，真的。这个饭也有点好，它可以。米的质感怎么样？很 Q 弹啊。你看现在吃的应该是有机米吧？有机的，对。有芋头香吗？芋香只有吃到只有纯饭的情况下，而咀嚼到最后回来的米香才吃得到，中间吃不到的。哦，有那个原味饭哎，原味饭是给我们吃看看的吗？对对，这是给吃的，是给我们吃看看的。不是吧？哎哎，那个是我们吃的啊，我们帮你们讲口感啊。哦，你看，我们要叫，芋头冰淇淋，芋头冰淇淋吗？拿回来，谁？给老，好芋头的味道哎，有吗？好芋头，味道好芋头，好好吃哦，好吃哦，有哦，好芋头，那个尾韵，金质奖的米啊，它只是一杯水兑一杯米去煮，单吃就很好吃。玉米，那因为对一比一去煮，那因为教大家如何在家里做不同创意的料理，所以才会做出这两款，越嚼越芋头味超浓，超浓郁。布米可以让我们闻一下吗？不行不行，拜托。你们输为什么都是你们先讲到底啊？你们这差别在哪里？你们在品尝什么劲啊？你们是我们对啊。哦，我知道他说为什么会有那种印度香米，印度的香米的，然后粘性很高，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很适合做这种台式的饭团，就是握就好，口感真的很 Q 弹，对啊，好饱满哦，奶香味很棒，它米比较长，好好玩哦，哦，好酷哦，这米比较长，很有学问哎，这个米，富米比较长，哇，好像，超省时宴客菜，这样宴客。简单大方，很棒啊，清秀淡雅，但一点都不单调，不随便，都是好食材。接下来是五星级，欢迎秋宝老和 Max 师傅。先从秋宝老师傅这边开始啊，杨振达当他的二厨带来的菜名叫做明太子松板猪茄子炖饭。用茄子炖饭，松板猪茄子，所以用的大骨高汤喽。待会会用一个那个日本原茄啊，这个我今天使用的是意大利米。啊，意大利的大颗，请大家来帮我。哎，是，我们先来做炖饭。宝宝师傅，那你这个米有泡水过吗？有，稍微洗一下，稍微洗然后泡一下。好嘞，这个进喽。对对对。想炒萝卜，炒香。那待会呢？杨振达平常在家里是负责煮菜的那一位，是，很会煮哦。对，越来越有样子。明太子到时候会拌在饭里面还是什么？我们带明太子呢，我们会烤一个松板猪，然后先用煎腌好，我们腌这个百里香啊、盐巴、胡椒，腌好的时候下去煎，煎到它八九分熟的时候，我会抹一个明太子酱，然后用炭炉让它去烤一下。哦，炭烤的香气上去。那个原茄呢，我是用了一点蒜头，还有那个匈牙利的胡椒粉、橄榄油，然后下去烤。可是你的原茄它本人在哪里啊？原茄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已经在烤箱里面，对，一直在看到它。很大颗吗？对，它在包箱里面等你们。哦，很大颗吗？原茄是很大颗。哦，包箱那个不限时间的，比较肥短的芒果。
我们可以到对面去吗？对，可以，可以，可以。好了 ，Miss， 是的，来。是谁帮他做菜啊？对，这个米的食物叫什么？蟹肉贝斯海味红梨炊饭。贝斯就是那干贝斯的，对，干贝斯。我以为是个女人名。红梨，红梨在哪里？好，那是的，台湾产的红梨。红梨卖，会跟我们的饭做一个比例，大概4:1这样比，还是5:1，对不对？大概是5:1的部分，因为我希望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炊饭里面还可以咬到红梨那个哔哔啵啵的一个感觉。哔哔哔哔啵啵，是的，有点活泼。我要请开始吧。虾米放下去，好，这是切碎的虾米。对，你先帮我把红梨整个一口气放下去。好，红梨也是生的，这个下三分，红梨看起来是生的。对，红梨是生的。好，米也是生的吧？对，都是生的。我们是用浊水溪，浊水溪一带的长糯米。啊，你今天做用糯米啊？对，那我们的年菜对不对？对，这个是做我们的年菜哦。蟹肉贝斯海味红梨炊饭就是我们年菜之一啊。是的，难怪觉得好耳熟啊。好，小心哦。所以这道是你做的哎？对，没有错。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好，对，对，整个倒进去。看我们节目多大爱，有时候就告诉观众说，哎，你也可以这么做，有的没有。对对，如果真的觉得买食材又做法很麻烦的话，做菜就有，做给大家看哦。对，有的这样只是看菜名还不知道怎么弄，对，真的真的哦。哇，整只鸡，对，这个搞多久在里面？不是整只，这个在里面大概搞了40分钟了。而且它里面放了一个架子，对对对对对，它等于就在滴鸡精呢。鱼在里面有加水吗？有啊，还是有吧？没有，就一点点酒而已。来，就这样子的一个鸡汁哦，鸡汁放下要浓缩一下。接着我放一点点的柴鱼酱油，柴鱼酱油，酱油，师傅你的手，这个鸡如果刚才，感谢感谢，哇，你要说你另外一只手也掉了，陆轩，陆轩你真的很懂，很会，没有他刚刚会，你也会做一些大家印象深刻的事情，没有啦，你让他回去又睡不着，对啊，这个鸡40分钟的压力锅结束出来，如果那个进去之前我其实就已经上了盐了。这出来40分钟，它是不是就是盐水鸡的概念？没有，它会破掉。对对，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水，它像在里面焖的时候，它的水分会逼出来，再往外跑，再往外跑出来，再把一点点油葱放上去，让它整个味道是均匀的。其实蛮搞纲的。对啊，对啊，这个汤很重要，超级食物了。对，嗯，哦，这个厉害了，这汤。来，我们就把它下去了，搬进来。喝不到，好可惜哦！它全倒了，它不会留一小口给我们试试看？放下来蒸，直接这样子，对，碎了碎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动作，好不好？好，来向我蒸。好，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全结。哎，我以为你会把它剖开，就是整个这样子。待会试吃会啦，试吃会剖开。上面有什么东西？这个就是用匈牙利的红椒粉以及蒜头、橄榄油，然后把它拌一拌。那最主要是要用叉子啊，把它戳动，戳动一下，戳动。好，那用250度，大概是烤15到20分钟。15到20分钟，对对对，很甜。对，你看一下这个，哇，软到人啊！哇 ，My God！ 哦。然后待会我们试吃啊，这个茄子皮不要嘛，对不对？对，皮不要。这个好好吃。这个松满猪就是用橄榄油啦，还有一点点蒜末以及百里香，就简单的去把它。然后先划刀一下。对，是。然后我们会试吃什么呢？我们待会就试吃这个烤圆茄以及我们的明太祖酱，然后拌在一起。在一起，拌在一起啊，对，拌在一起。那我们就先打底，好，好吧，各单位来，请就位，差不多，啊，可以。大切，今天那么厉害，切到酥为止，走，打顺手牌。哦，哇，来，不漂亮，怕你们最后猜拳出来。为什么看先看题目，不行吗？看题目，好，算你们好运。笑什么啦？请助理。挑食不是孩童的专利。许多成人挑食状况甚至比孩童更严重。请问，有研究发现，吃饭时一边听什么音乐，竟能使蔬菜吃起来更甜更美味 ？A. 边吃边聆听圣诞歌曲 ，B. 边吃边听伤心情歌。来哦，加油哦！准备，剪刀石头布。啊！哇！请来，去，去。把牌子拿回来，我们学友好厉害，来来来，我印象中应该是 A， 快乐的，对，叮叮当当的，就叮叮当当的这个音频比较刺激甜味，哎呦，印象中，
那就十拿九稳。哎 ，nice。哎，是。厉害，厉害。在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研究人员让106名受试者在聆听不同类型的音乐时，对食物进行评分。他们品尝甜度高的食物，例如胡萝卜、饼干，像这个，与甜度低的食物，小黄瓜及无糖饼干。同时一边聆听配乐，测试结果发现，受试者在聆听具有叮当声、高音调的甜美曲调音乐时，都觉得蔬菜尝起来甜度提高约5% 这么多，蛮高的。那你刚刚解释完啦？哦，嗯，好，来拎，一人两片是吗？谢谢。现在才能出简单。哇，嗯，哇，我看到迷路了。茄子好甜哦，很甜，这个茄子超甜的，整个口感是茄子。对啊，特别香。回去帮忙。无盐奶油，把它加下去。那米粒呢？米心已经大概是7分熟了。5N。5N。五 N。我们刚刚煮的时候，那米是生米吗？还是生米？生米是泡过水，就是稍微泡一下。对吗？它不会加鲜奶油，对不对？然后今天没有，我没有加鲜奶油，我就让因为米食，我是希望大家今天比较看看，更原味一些。对，我们现在试吃米粒都差不多了，那大概是8-9分熟，我们就最后。哇，这么多！开心。好，这样。所以炖饭一定要有大量的 cheese 吗？这个就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对，这就不一定。这也不一定。Butter 是最重要的。OK， 好。然后 cheese 不一定 ，cheese 加进去就关火。大家自己慢慢融掉。好，我们看一下 mass， 来这边请。Let's go。你要试吃什么？让我们知道一下。鸡油拌饭。哦。对，这个低筋精的鸡油，这是最纯粹的。吗？好，答应你。准备好啊。再下一层，好不好？好。请出题。现代的年轻人为了追求快感，常常做出许多疯狂的事。在美国，有年轻人为了追求迷幻感，竟然会 ：A. 把有毒的蘑菇塞进肛门里 ；B. 用舌头舔有毒的蟾蜍。身为这队唯一的男生，吓吓他。准备，剑刀石头布。果然是男生。舔蟾蜍会死掉吗？蟾蜍是有毒的，蟾蜍是有，它是有毒素的。年轻人追求快感跟疯狂，我觉得 A 说不定比较有可能。你觉得 A？ 因为我觉得把蘑菇塞进毒蘑菇是真有看过这种新闻啊，就是用毒蘑菇去有做一些幻觉的，就是毒素的东西。对啊，蟾蜍。比较属于中式一点的，中式料理一点哦，蟾蜍干啊，或者是那个有蟾蜍算中式料理，到现在才知道，主要是中式甜鸡会招财招财，国外有甜鸡呢。对，我觉得 A 比较追求刺激一点，好不好？好 A， 答案是 B， 准备猜对了，我就说对了，我们也这本来要选 B， 真的，对啊。根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近日在脸书分享，部分游客竟在国家公园内找寻索诺兰沙漠蟾蜍，并舔食它们的背部，因为这种蟾蜍的腮腺会分泌一种毒素，会让人产生幻觉和兴奋快感。不过这种疯狂的行为，大家千万不要尝试。你们好的，我们有加了贝斯哦，谢谢，好棒，哇，光这个加了，等一下，我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干贝丝，贝丝跟它的那个花生，对，米，然后它那个油葱，葱油，哎，现在又加了花生，哎，对，哎，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加花生？偷偷加一下嘛，口感很棒，对对，而且那香气很足。米饭只有淋那个酱油跟鸡汁而已，对，就这样，就这样，哇，很香啊，好好吃。他就丢了几颗，就几颗可有可无的花生，然后就是一小撮的干贝丝，香气好好吃哦。一个小小的诀窍啊，像这样我们炼出来的鸡油啊，你如果说是两匙的鸡油，然后一匙的酱油膏或者是素蚝油，然后再半匙的热水，这样搅匀就可以当做我们鸡油拌饭的，对对，或拌面。我这个比例好，记下简易的小比例。这边小耳朵是谁？我一下，收盘子，收盘。嗯，好吃，嗯。给他里带安内的，辛苦了辛苦了。哦，喜欢新鲜蜜大鸡，好想吃，我烤就够了，捡回去啦。泡一下，泡就好，这样，放烫熟就好。然后我这边把澎湖的紫菜就下去炸一下下。
什么油温？大概180。看起来澎湖买这个一包一包的这个，嗯，效果很好哎，它很好用。对，如果拿来煎蛋，就水把它拧干，跟蛋拌一拌下去煎就好。不用再切吗？不用，因为它是一片一片的。哦，好，这样就好了。饭才下去15秒而已，很脆很脆，有没有听到？它已经是风干的，对对，它已经是风干，待会会非常的酥香。它已经风干，可是进油的油温的高度温度，对，油温够，它可以帮它熟成，然后再帮它做酥脆。快脆，对，哎，啊，掉的，哎，你可以吃啊，这边。哎，把它丢地上。对啊，就没有拿好，我们有志气，好不好？好，你要少翻点啊，对不起啊。不吃拉倒。哎呀，那个有爆，会有爆。好，来，接着我把大量的干贝丝放下来炸一下下。哦，叮叮当当。叮叮当，叮叮当。够干就够干了。里面很热闹呢，比较危险一点点。我们到隔壁去好不好？对对对。来这边请来。哇哇，感觉刚的美乃滋，感觉超好吃的，开始，这像日本料理了哟，鸡酒，不得了，来这一面。以前我们在那看野台戏的时候会闻到的味道，烤鱿鱼，这个炭烤摊的，这个感觉好好吃哦，靠近，你要闻一下，好香，烤鱿鱼的，对，烤鱿鱼的，哎呀，烤鱿鱼的，因为明太子上去之后，那个香气更松板，那个鱿鱼干在上面这样。这么一块，其实还蛮厚的。它大概在像刚才平底锅这样子煎，顾着它这样子。如果我要煎多久啊？有画刀，这样子大概10分钟。十分钟就熟了。哦，10分钟还算快。酷哦！哇哦！这是生米，这生的意大利米煮的，特别香哦。哦，哎，生打你很适合去做那个串烧的师傅哎。怎么说？看起来还行。因为你那边脚胡子又哇，看起来很厉害。有架势。胡子本身是我个人的魅力，就已经蛮不错了。对。没有人会听。宝龙师傅，你那边好烫。自己接。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再。你要不要试切看看？杨生达每次做的效果，我们很适合冷处理。很适合。秋冬了嘛，最近挺好，挺好。秋冬。漂亮。漂亮哇 ，OK 啊，培根哇，这培根是已经烤过的，而且就干煎而已，干煎，对，干煎，啊，增加它的口感而已。百里香完成，明太子松板酥茄子炖饭，嗯，好赞啊，茄子的香气也拌在了那个饭里面了，哎，拌进去了吗？饭没有，待会你要吃的时候可以刮一下，刮了前面一块儿。是，好，隔壁也起锅，往后向后转。好了，爆完了。对，那这是比较麻烦的部分。好，大家去闻。哇，那个鸡汁的哇，对，哦，它有那个蒸笼的味道，你是要知道，对，它这蒸笼味道会下。对，所以我们刚刚是蒸好之后，我们再把它填回蒸笼里面。有些家里面会买这蒸笼来这边呢，在家里料理用。对，那它是多了这个香气。那每次蒸完东西之后，我又不能洗太干净嘛？洗干净这个味道会不会没有？其实要洗干净，你要洗干净，或者是直接再去蒸过一次，让它有杀菌，杀菌才不会发霉。对，嗯，对。然后接着我们就大胆的摆上了蟹肉跟澎湖的海菜，好香，很棒。所以这些什么港点，什么都要用这个蒸笼去蒸。小笼包也是，餐厅就每天一定要在那边蒸热、蒸热、蒸热，里面没放东西也让它蒸热、蒸热。好漂亮，因为它是海味嘛，所以我们希望。哎，所以年菜里面也会有这个海菜吗？有，哦，真的好棒，对对对，因为你的关系，我一定用最好的。掉到旁边，都下，都要，都要，都要，不，都下去。好，不要浪费，哎，不要浪费，掉一撮。该给他的，我们都要给他。好，还有花生是不是？对，然后另外一半呢？我们再放这个哦，哇，这个好好吃哦。好的，然后再来把我们刚才炸好已经够脆的这个紫菜酥，对不对？哦，因为饭里面如果15秒哎，对，饭刚是150度，180，有180，对，15秒，15秒就好了。
哎，太多是不是？剩下来是不是？剩下来了，对。他们很想吃，感觉饿坏了。最后再撒上一点点提味的花生，然后跟我们放一点点的香菜，漂亮。最后再装饰，这样子蟹肉贝丝海味红泥炊饭完成，漂亮。做公司有特别给今天朋友所有的朋友呢，喜欢吃米食的朋友，今天做了两款，我就一个松西式两种一起呈现，对，米食倒是。那你看那五星级的米食，我们也是用尽心机啊。没错。哎，请上桌品尝。我们先吃邱宝龙师傅的明太子松板猪茄子炖饭。好，好，准备，请助理。失业是新冠疫情期间的一大社会问题，但在美国却有一项应征不难、年薪却高达6000万台币的工作，让网友啧啧称奇。请问是 ？A.要能分辨汗味的文艺青年 ，B 每天要擦上百种卫生纸的屁屁侦探。上，我上吗？对，你很棒，可以。我师傅上。哦，这个题目太诡异了吧？弄他。剪刀石头布。哎呀！不过都答不对。赢也有赢的疑虑，我跟你讲。这个我看过新闻，你看过？我完了，是早吃呢。啊，等一下，是什么？啊，是 A 啊，真的吗？哦，没有悬念。对，我记得我，因为我那时候我还有跟我还有在直播上面讲说，哎，要是给你们钱，你们会去闻吗？我就跟粉丝讨论，还是你觉得屁屁侦探？他现在二道也不知道选什么。我觉得 A。好，下一道，我们决定。我们吃下一道。可以了，可以。二十。A。文艺青年。一个月有500万的薪水，为什么要留这个工作？来哦，这个工作呢是在美国普林斯顿消费研究公司工作了23年的德鲁伊特，目前担任公司的技术总监。他的工作受芳香剂、止汗剂厂商委托，判断产品成效，主要管道就是闻一下。工作人员会将中空圆锥状的物体放在受检者的腋下，再靠上去闻气味。他透露自己过去一年的薪水高达200万美元，好高，这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年薪还是要高一点比较好。对，真的。行，好了，换我们了，换我们了。会很高哎，我也会，我也会闻。哦，我们要干，慢用。谢谢。呀呀呀！好开心哦，到地到了。就是吃成品的命。嗯。茄子好甜哦，茄子很甜，还有茄子的可以加，对。我刚刚茄子跟那个炖饭一起更滑顺，谢谢。哦，真的，哎，烤的肉超赞，赞赞赞。然后上面的咸鲜味跟那个肉的甜度整个出来，忙了半天不知道你烤成什么样子。而且一般的炖饭有时候我们吃起来它会比较腻。然后可是你搭配到那个烤茄子的水分的时候，然后跟甜度一口气让炖饭变得非常的清爽。好吃，好吃，好吃，掌声鼓励。我们是不是已经3-1了？我们赢吗？吗？对吧？还有一个是看怎么吃到成品。好啊，吃一道好吧，一人吃一道。吃这边，来，我们已经赢了，我们已经赢了。最后一题，蟹肉贝丝海味红梨炊饭就吃它，请助理。人每天都要上好几次厕所。出门在外难免要上公厕，根据统计，如果怕公厕脏，应该要选哪个位置的公厕比较干净 ？A 最里面的那一间 ，B 靠近入口的第一间，请猜拳。吴师傅，我有没有信心的？哎，准备，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呦 ，OK。伙伴们，好，我的我的感觉是最里面那一间最隐秘，对，但最外面这间最干净，因为大家都会经过，会觉得说，会被听到，或者是会被发现，或者是会被看到，啊，所以通常会跳过第一间去后面一点，因为上厕所是需要隐私的，但它最干净。所以呢，好了，你们两个决定了，你决定好了，我都猜拳猜赢了，就看你们自己把握了。B 啊，我就是要 B。B， 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我好聪明，厉害厉害厉害！真的，是，哎，为什么？对，是不是？是不是？官方解释一下，根据人们入厕的习惯调查，
不论男性或女性都喜欢位置在中间的厕所，很多人都以为进第一间最多人去，肯定也最脏，所以第一间其实最少人用，而且有些人注重隐私，觉得第一间很容易被打扰，所以喜欢离门最远的隔间。基于上述，第一间最干净，棒棒棒棒。来喽！你都没吃到，赞哦！前面连队，我对，我们就是吃，没事没事，吃零的啦。要先吃哪一个吗？那就 mix 都可以 ，mix 对。看一下我们刚刚的感觉，嗯，这米饭的味道真是很浓郁，很浓郁，很浓郁，而且这瑶柱啊非常多，像这样在家里自己搞真的太麻烦了，我觉得。现成这样子带回去是最方便的。如果说没有时间的话啦，确实，因为这一道的话，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它却花了我相当多的时间来完成。刚看的工序是啊，很多，对，有很多种。那你在这个年菜里面的这个里面也有这个海苔啊？没有，也有一模一样。哦，也有啊。对，所以我就是。所以海苔就是打开就倒上去就好嘛。对，我已经帮你炸好了。哦，是炸好，是的，分开放。对，炸好真空，这样你到时候吃的时候它还是脆的。啊，它没有没有附蒸笼嘛，对不对？还附蒸笼嘞？没有呀，没有。你这个是吗？我家有蒸笼，所以我都扣出来才放在蒸笼。没啦，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家里都会准备这个蒸笼啦，或者是准备好一点的这个器皿。啊、你就会放到上面去，然后保鲜膜封起来嘛，对不对？不要拿滴水进去，拿去蒸。对，蒸完之后再把这些撒上去，这样对了，对不对？因为年夜饭大部分都会吃这个油饭啦，或者是步步高升嘛，对，一定要，然后就很方便。明年的年菜就应该这样搞，一个礼拜介绍一道，你花一个七个礼拜介绍一道七道出来。嗯，也蛮厉害的、啊。然后就是又有介绍，步步高升，步步高升，有的又有的介绍，有的没介绍。横行霸道，横行霸道。对，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在之前在过年前只介绍过黑蒜的螺片乌鸡汤了。对，下礼拜开始介绍。然后蟹肉贝丝海味红红鲤，哦，这个先吹。还有南乳啊，南乳南乳烧圆蹄，南乳烧圆蹄有吗？有，介绍过了。这种做的，呀，在那边。哦，好好吃哦。蛋黄虾没有，爬鲜酥没有，是的。那它这个里面就会充满了其实整个海味，然后跟鸡汁的味道，再加上我们澎湖各式各样的鲜味的组合，很棒，掌声鼓励，谢谢。3-2，哎呦，我们赢了，我们赢，我们现在吃不到成品，老天爷大家嫉妒我们，不让我们，我们可以打他们，但是我们可以享受打人的快感。呀呀，抽签。抽签开心啦！来，你们三个人，你们吃饱了哈？吃饱，上课，可以，可以啦，可以啦，我来有点饿，开心啦！我们看看这个打断过是不是啊？拿到跟人家不一样的就要被打，哦，一样，好不好？谁先来？剪刀石头布，你们是快，好，剪刀石头布吧。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你要先拿，你要最先还是最后？你自己选。对 ，Oh my god！ 好，你最后。Oh my god！ 你最后，不是不是，你要最先还是最后？我先。现在就是这样，就这样顺序的。对啊。选的最后。我要吐了。先不要。好紧张。师傅大概是会。会红色。红色。哦，好尴尬。来第二个。好紧张哦。那就要看它什么颜色喽。确定啊？要不拿出来是红色的吧？红。我觉得应该是你被打，是你觉得应该是绿色吧？我觉得我会拿到红色，真的吗？我们也觉得红色被打哎，但今天陈哥应该会如愿以偿。你真是聪明。第几组谁被打？第几组？第几组？哎，先让手让我出来可以吗？他有点害怕。1-2-3，哇！两个穿裙子，人家怎么打？你刚刚的猜拳连赢我们三把，对，八子。报仇，他报仇。哦，他没有赢你哦。哎，有名的呢？不是不吓到，我们两个都没吃到，那怎么办啊？怎么排便？哪边？趴着。我们站在那个摇滚席，真的。哦，都不先早讲，我穿牛仔裤。你知道自己被他打？你要东西呢？蛮厚的，这薄的啦。还是要把裤子脱下来。哇，这么好！裤子可以算是小儿挺。
哎呦，哇，现在选位置喽，翘臀。吴师傅，你要感觉哦，是现在是谁在，他用多少力哦。上次打我一次，等等等等，我先叫醒他。你先叫醒他。深蹲一下，深蹲一下。要先深呼吸，要先深呼吸。啊，夹紧，用力用力，夹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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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用力，紧张喽。这真的超痛，这真的超痛，真的。这边好了，好，好，就是那个位置，哇，这里更就很痛。你在选猪肉吗？250码，安心上路。好，啊呜，哇，比塞蘑菇还刺激哦。哇哇哇！哇如果是以扔中也是这样打了。警卫又知道谁被打到了。哇，好痛，好痛哦！不要记得啊，今天的日子啊，是他，他用了多少力打你啊？真功国成打我两次，真功国成，我一定要报仇。可是我刚是7-8分力，不管，没关系，翘课被打没那么严重，7-8分力，我觉得两，我下次报仇就是16分力。哇！7跟8不是7+8，当棒球在打。我下回就开始练棒球。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谢谢大家，谢谢海鲜。啊，也谢谢车主说谢谢，谢谢。大家要记得准时收看《型男大赌球》，祝全台喜欢吃好米的朋友健康又幸福，晚安，拜拜，拜拜，拜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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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气板桥小吃秘方大公开，手把手带你轻松还原零失败。哦，面线你必须要先洗过，第一层的这个外表这个颜色跟那个杂质先把它拿掉。你加胡椒跟那个酒。对对对，再滤一次，果粉进来。用地瓜粉哦。太白粉是我们开进去的陷阱。哇，好开心哦，你掉进去了。掉进去。这个绝对比柴鱼粉还要香，然后再来面线就需要进来煮了。哇哦！外表是要把它煎一下，水的部分大约50cc左右，跟米酒一大匙。你该不会……然后准备真的？哎，美少女降临，型男比厨艺，谁知师傅不懂怜香惜玉，好伤心。里面蒜头不给补了，不给了，我戳洞了。刚搞得很绝情啊，没什么人情味哦。哪里是啊？林怡，好不好？这么甜美的女生，你们敢？你们适合吗？这样子？我下这个没有没有啊。你下下看呢？干嘛？这画面很像那个万圣节有看过。你说打小人吗？我还真的去打过。你打谁？就打。他要就是看到我的美，因为很多人都看不到我的美。更多的精彩内容，请锁定《型男大主厨》。